这是我们小朋友学步袜鞋所用的袜子，现在我们有组合套件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Phoebus 袜鞋创办人，我是古明。那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，我们隆重推出了这个我们的弹力童袜啊。那这有什么特别的呢？这些袜子啊，就是我们在做这些袜鞋所使用的规格所做出来的袜子。好，那我先跟大家说一下，这袜子啊，它有几个特点哦。第一个呢，它就是非常的有弹力啊，你像这个，它的弹力是非常大的。好，那我测一个给你看哦。它这个东西啊，你只要穿上这个，我把它穿上大的这个楦头，你看这小朋友这么小的袜子啊，它可以撑到这么大哦。你看它可以撑得很非常大，那我把它脱下来之后啊，它会瞬间弹回原来的尺寸，然后再弹回这么小，跟原来的比起来，基本上它的尺寸完全没有差别，它非常有弹力。那因为它是要用鞋子的规格去做的，所以它的弹力是第一个非常的 Q， 你看端一端一端。第二个是因为它是要做成的鞋子嘛，那脚其实是每天在里面磨，那磨的过程当中它很容易破，所以我们就不得不把这个强度啊、韧性啊做得比一般的袜子来得好。所以你看哦，我这东西撑上去，我用我的手指头，就是你可以挑战看看你弄不弄得破哦，基本上是弄不破的啦啊、哦。这是它袜子很容易，我们看看那个小朋友的大拇指都是破的嘛，你穿这个就不会破了。那第三个呢，因为这是做给学步鞋哦，就是学龄前的小朋友所穿的，所以我们要保证他的脚是安全无虑的。所以翻开我们的这个袜子的里面啊，基本上它是完全没有什么样的杂乱的线纱那你可以翻开很多的童袜，为了做了很多美观的事情，然后还把里面做了一些很多的纱线在里面很乱那其实对小朋友，第一个是有时候会容易勾到脚，那第二个是其实他对他的脚是比较不舒服的，那小朋友是不会说的。所以不管是怎么样，我们所有的袜子都会让他尽量没有剪纱在里面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有推出就是男生的五款一组，女生的也是五款一组，那里面都会包含了一个是抗菌的袜子这是抗菌的，都会附赠一个抗菌袜。好，那五个一组，就是这是我们这次的组合。好，那价格也非常的优惠这时候是释放给大家。好，希望大家可以到我们的网站去做订购，或是 LINE 跟我们说都可以哦。那欢迎大家就到我们的网站来订购袜子喽。